看不出来啊。哦，真的看不出来呢，你认得出来吗？认不出来啦。哦、好啦，可是对于国昌，国昌老师来讲，他其实我们讲白话文嘛，反正就是为了2026嘛。哦。那国民党只要理事算不出，只要理事算不出来，没有人挡得住他，他会把蓝粉吸掉，吸星大法，好吧？吸星大法请参考金庸小说。那可是啊，对于民众党来讲，任我行，会有一些麻烦的、啊。国昌是国昌的事情，民众党不等于黄国昌、哦，至少其他七个人跟他立场就一样吗？但是会被整个带走过去，哦、但对柯文哲来讲，如果柯文哲变小蓝的话，2028他怎么办？黄国昌是2026，柯文哲是2028，两个利益是不同的、哦、那关键是国民党没有，如果没有人可以压得住阵脚的话，那对国昌老师来讲，哎，全台湾第一大诸侯400万人口，那个地位一定超过党主席。好，但我讲这个不是说在挑拨他们两个，是政治的实然势必会改变。那当然，这里面还要再看国民党。好，可是我们讲政治有时候就是阳谋，阳谋就是堂堂正正，光明正大。黄国昌在立法院的表现，对于国蓝粉来讲，是不是看得很爽？如果这样爽两年，哇哦，这个一事成主顾，对啊，哇，不，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，比如说，不然我们在讲巧星啊，最近的一些处境哈、啊哦，其实这就是流量政治，对，好、哦，流量政治是会跨蓝绿的、哦，会打破颜色的、哦嗯，然后当然它有一个年龄层，这个年龄层它会吸引的，然后呢，像对国民党来讲，这个你现在看不到它要出什么牌嘛，就是你的那个正脚会被挖，嗯、会被墙角会不会被挖嘛，好。那可是这个就回过来，刚才没有抢话，就是说，那你看柯文哲干嘛找林鹤鸣他们？林鹤鸣他们，对啊，对啊，小英还有、啊、他还有找小英，私底下还有联络小英什么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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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也已经远离政坛了。哦，以前当过秘书长嘛，哈。那个没有，那个最近都前一阵子都在日本。哦，那个躲得很远。好不好？你讲的那个躲得很远、日本那个好像还没回来。好，那他找的是其他的啦，我找过其他的人啦。好，那林鹤鸣就很清楚一件事情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我直接讲，我有问鹤鸣，因为他说他现在不是民进党了，不在党部也不在政府了嘛。那他有跟柯P讲，因为柯P问他一些事情，一个是介绍他的现在政策会有个主任，年轻的。希望因为包括刘怡婷他们都在嘛，那这些过去14到18的这些人，对这个年轻的主任来讲，有些人陌生、嗯、那另外一个就是有谈到大选，因为4月2号吃饭嘛、嗯，那个时候麦寮还没有出来，就是后面他怎么办？那有当然有讲到流量政治，也有讲到网络，那林鹤鸣就直接跟他讲，传统媒体在这个社会上来讲还是很重要的，还是主流。这个时候对我们斗内幕就有机会了。嗯、他劝柯P这边啊，还是要派人上节目。但是柯P他们有个问题啊，他们内部有很不少人啊，有那个被害妄想症。哦，对对。就是当你有被害妄想症的时候，你会很排斥外面的。那赫敏就只跟你讲，你这个你不打破，你永远就是在你自己的同温层、啊。所以呢，柯文哲会不会有开始有会不会有一点不同的想法？不知道，因为柯文哲能不能改变那个现状，你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这又涉及到流量政治。现在是国昌老师的流量远远压过一切。嗯，你知道现在可以压得住国昌老师的人没几个、欸。哦，真的。真的没几个、欸。嗯。那对柯文哲来讲，柯文哲从2014一路以来就是流量政治的代表，他是平常讲他是最成功的一个。另外一个打破柯文哲的其实是谁？是韩国瑜。像，巧星我还没谈到嘛？还没。好。Later. 你像我们在看巧星最近，这个也是流量政治的典范呢、啊嗯。你知道，巧星的一出来之后，娇娇就不见了。对啊。完全被盖掉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看到流量政治，它这里面不是讲颜色，不是讲是非，不是讲对错，只要你的话题对了，你以为光靠民进党的支持有办法冲那个流量吗？嗯，
不可能，这种流量都是跨党派的，跨年龄层的，大家爱看戏。那关键什么？你要有戏。那现在回过来，柯文哲以前有戏啊，就你很容易聊柯文哲嘛。那最近你容易聊谁？聊巧心嘛，聊黄国昌嘛。啊、比如说谢龙介叫黄拍梁黄那个提醒那个44次举手嘛。嗯。哎、欸，那个画面，新北市的国民党的蓝军支持者看了以后，哎、欸，就送了呗。嗯，对。那个画面比任何语言都好哎、欸嗯，那个多强啊！黑温的人，黑林的人哦、喔，不是那个就告诉大家黑温的人，你叫亚秋就亚秋，黑温的人。那唯一可以压得住他的是谁？张一峰，唯一流量超过韩国那个超过韩国瑜啊，对呀、啊，韩国瑜不可能下来选啊。嗯、但是这个谁一旦形成之后，国昌当然就带着民众党那个走啊。嗯可是那你回过来，柯文哲这时候要回答什么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他这时候该回答什么，因为、哦、柯文哲的年轻人的支持者里面，其实那个时候长期以来，大概对于年金这个事情，他们不是赞成的那一方、嗯、他们不支持民进党、嗯，可是，在年金这个事情的话，他也不会支持国民党，为什么？相对剥夺感嘛，国昌老师怎么办？对啊，怎么办？好，那傅崐萁把人带走了，那你要不要表态？嗯，你不表态的话，那个44举手的那个效果会不会被打折？嗯，所以有时候你在看他们，就说他们都是流量政治，嗯，所以他一定是看着流量的变化。你去看黄国昌的判断，就是为什么会变成反民进党的急先锋，对未来有利。嘉凯，你们到时候选举的时候，搞不好要跟国昌老师一起不期而遇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国民党获得黄国昌老师，你们到时候就有白军的支持。